节能减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，石化产业要追求经济发展，更要兼顾环境的保护。松油能源厂不断致力于制程改善以及节能减碳的工作。1995年到现在，我们的温室气体减量已经累计到57.8万吨。透过我们操作经验与技术单位的努力，我们旧工厂不断的精进，我们新工厂更以国内外同类型工厂标准为目标，我们效法学习。节能减碳是一项永续持续的工作，未来中油能源厂会继续不断引进新型节能措施与技术，以达到永续经营的目标。用心做节能，减碳一定成，我们都是节电。